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贤首品》第十二，我们接着上一节课看礼长者，为我们开示的一尘法性啊。上一节讲到从此信心以佛名号品即名所信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从这念起啊，设法事成正觉佛果之号周边啊，这个上一堂讲的此地，那么接着看下面。四圣地品即名三世诸佛所说法门，遍众生界随界明别。那么四圣地品呢是说法，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，他对待的根基不相同。总的纲领呢，不外乎苦集灭道啊，这个义理我们一定要清楚啊，苦集灭道这四个科目就把所有一切的佛法通通包括进了。这四个科目总说因果啊，这个意思就深了。苦集是世间因果，佛帮助众生觉悟，先说果报啊，然后再给我们讲这个果报的因在哪里。善的果报我们希望永远不失去，那你就要知道修因啊，修善因呢才能得善果，不善的果报呢我们想以后不要再遇到，那你要把不善的因除掉啊。那么世间苦是果报啊，三界同苦啊，所谓的苦苦坏苦行苦啊，佛把它配在三界啊，欲界里面就是六欲天以下之欲界，欲界最高的他化自在天，
这里面总免不了这三苦。啊，再往上去色界天，色界天因为他把欲断了，啊，这个断欲的功夫禅定功深呐，啊，用禅定把欲望扶住了，啊，所以他是扶断，不是灭断。灭断呢，这才称为圣人呢。扶断不称为圣人，啊，就把这个病啊控制住了，还会再发，没断根呢。啊，灭断呢，那就不会再发了，那才称之为圣人。那么最高的三界，最高的无色界天，无色界天虽然没有苦苦，没有坏苦，它有行苦啊！啊，这个行苦就是它不能永远保持，那个定功更深了啊！一旦这个定功失掉之后啊，业报就现前了啊。所以佛给我们讲啊，三界火之决定不是长居之处啊。于是我们出离的心才能生得起来啊，发这个出离六道轮回的心。六道以外的这圣人呢，圣人呢也离不开因果啊，就是出世间的因果啊。出世间的因果是灭，灭什么？灭烦恼，灭生死，那不是灭别的。我们对于烦恼生死都厌倦了，那能灭掉太好了啊。阿罗汉六道里面的见思烦恼分断生死灭了。怎么灭的呢？修道吧。啊，不修道你就没有办法灭生死烦恼啊。所以这是出世间的因果。你看，世间不出因果，出世间也不出因果啊。所以佛在此地啊，诸佛如来的说法在四圣地品呢，所以四圣地品是说明三世诸佛所说法门。这个是大乘圆教啊，还在大乘之上，是一乘圆顿大法。诸佛如来无说而说，
说而无说。遍众生界，随界明别，这个就是应机说法，法无定法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，就是方便为门呐、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诸佛菩萨说法真的是遍法界虚空界，就是此地讲的遍众生界，从来没有间断。不但说法没间断，视线也没有间断。你是在哪里呢？无时无处而不在。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？那是我们自己的业障深重，真的是当面造成障碍啊。怎么知道是一切时一切处遍在？那我们只要细心看看《华严经》幕后啊，幕后的一品《入法界品》，看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恍然大悟啊！五十三参是怎么回事呢？是我们一天的生活，从早到晚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些芸芸众生呢？啊，我们常讲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哎，看到了，天天都在看呢，天天看，你不就？如果哪一天你觉悟了，你才晓得。善财五十三参原来就在此地啊。这些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全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的实现了。你六根接触没有不觉悟的，哎，为什么善才能我们不能呢？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，行有不得了，反求诸己，这句话对呀。善才从早到晚看到这些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他就悟了，他就觉悟了。为什么我们天天看不但不觉悟啊，还天天生烦恼？你有没有听说佛在经上讲烦恼皆菩提，啊，把它翻过来说，
菩提即烦恼，生死即涅槃，涅槃即生死。觉悟的人啊，看到菩提，看到涅槃；不觉的人啊，就在这个现象上看到生死烦恼。关键在觉迷呀，那是我们业障重啊，把我们的觉性障碍住了。什么业障呢？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。这业障啊，这个经教里头常常讲啊，你能够把事出世间一切法啊，这一切人事物不再执着了，执着断掉了，那么你每天看这些人事物啊，看这些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，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，不一样了。你看到了之后不生烦恼，只生智慧。你要说我不相信，有证据啊，证据在哪里呢？六祖坛经，你看看慧能大师见五祖的时候，诸位要知道，那时候他刚刚学佛，他也没有出家，不但没有出家了，连三皈也没收。啊，遇到学佛的居士，居士们对他就是这种聪明悟性，非常赞叹。啊，劝他到黄梅去参礼五祖，啊，他就真去了。他给五祖说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，这是真明啊。为什么他见色闻声，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生智慧不生烦恼？这什么原因？我们学佛要在这个地方学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他能够把啊，我们至少他已经把分别执着放下了。啊，起心动念还没放下，为什么呢？他还没有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所以他那个境界是菩萨境界，不是普通的境界啊。善知识在哪里？遍地都是啊。这个道理不但佛说的这么样好啊，中国古圣先贤也知道，也说出来了啊。孔子在《论语》里面讲啊，三人行必有吾师，这句话什么意思你懂得啊？三个人行，这是句比喻啊，三个人在一起，三个人是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，一个自己，这叫三人行啊。必有吾师，善人恶人都是我的老师啊。这个善人我要跟他学啊，恶人的时候看到他做恶的时候，我知道那个不对呀，我想到我不能跟他做恶，他是我的老师啊，他叫我不要做恶
啊，所以善人帮助我断恶，啊，这个恶人帮助我断恶，善人帮助我修善，两个老师一个都不能少啊！啊，所以一个是顺境啊，善缘，一个是逆境恶缘，通通是善知识啊！啊，通通都在那里说法了，都在那里讲因讲果啊！啊，善人善因善果，恶人恶因恶果啊！你天天在熏修啊，天天在学习啊！啊，所以不生烦恼啊！啊，只生智慧啊！这种人叫大乘根性啊，能大师的是圆顿根性啊，所以他在黄梅十字架做义工啊，他也没听经，他也没去参禅啊，这个无足设法啊，这个禅堂他都没有资格去啊，那偶然这个机缘呢，五祖召见他了，召见是秘密的，别人看也看不出来啊。这个故事《坛经》里面说的很清楚啊，啊，主要懂啊，啊，这个五祖年岁大了，要找传人啊，找第六代的传人啊，他真的是民主作风常住大众，每一个人都行啊，你们做一首偈子来给我看看啊，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有智慧，真的觉悟了啊，真有智慧觉悟了啊，这个祖位啊就传下去了啊，你就是第六代祖了。民主的方式啊，啊，当时学生里面有一位大学长啊，啊，我们今天称大学长，啊，平常他也帮助五祖做五祖的助教。啊，教导大众。所以，一般同学说了，这个第六代祖啊，一定是他了，绝对没有我的份，所以每个人的也就不用不着急了。啊，这个故事都知道。啊，经过这么一番，啊，等于是考试嘛。啊，五祖心里很明白，真正觉悟的人啊，是慧能。啊，所以他就到对方，
他在对方工作吗？冲迷破财吗？哎，看到他真的在冲迷啊，很卖力，走到旁边就问他，哎，你熟了没有啊？别人听到都不懂啊，你熟了没有啊？慧能讲啊，早就熟了，还没筛啊，就欠筛的功夫了啊。他们两个说话，话里头有话，别人听不懂，他们知道啊。这个无足问米熟了没有，你的功夫熟了没有啊？他回答是熟了，没有人印证。那个筛就是请祖师印证啊。那么这个五祖忍和尚拿着他的拐杖在他那个队上敲了三下就走了啊。大众看都看不出来，哎，慧能晓得敲三下是叫他今天晚上三更到方丈室去找他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。他晚上三更的时候真的到方丈室去了啊。六祖安慰他啊，告诉他在这里委屈，他完全明了，知道祖师的用意啊，给他讲经啊。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，这样大彻大悟。这个大彻大悟是起心动念放下了。诸位要知道啊，不起心不动念的就彻悟了，不定是什么机缘啊。每一个人的机缘都不一样啊，但是总是不外乎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嘛。只要在不起心不动念之下的时候就能彻悟啊。所以从坛经，从这个善财五十三餐我们就明了了，遍众生界随界明别，这是诸佛如来的说法了啊。你看我们看到这个从早到晚看的是人物，有人很有福报啊，享福的我们就知道啊，享福是善果啊，它有善因啊。有些人呢非常困苦啊，那我们知道啊，那是不善的果报啊，一定有不善的因呢。我们在这里就学会了，我们不要像他那样的受那么多的苦难，那我们要把所有一切不善的因舍掉啊。我们希望说也能过好日子啊，过幸福的日子，那你就得要修善因啊。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标准就是佛所说的十善业道啊，普贤菩萨所说的十大愿望，摄信菩萨所讲的精行品啊。那我们现在呢把它延伸出去，学习弟子规，学习感应篇啊，无非都是
断恶因，修善因呐。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那我们希望远离不善的果。啊，希望获得善果，道理是对的。啊，所以破迷开悟是因的，利苦得乐是果。啊，要想破迷开悟，那你先把障碍去掉，这还能执着吗？还能分别吗？啊，分别执着是无世界以来的严重烦恼习气，只有真正觉悟了，才下定决心，咬紧牙根，舍掉，不再干了，这就出头的日子，不能不动。啊，下面接着这智慧开启了，光明觉品开智慧了。啊，这一品经，你看，即名如来智慧。光明境界，遍照法界，无有禁忌。令发心者，一观观之，令心广博如佛净土。啊，光明觉品讲的是什么？你看，这是几句话，清清楚楚。把这一品的大意全说出来了。啊，这一品经讲如来，果地上智慧光明境界，遍照法界无有境界，是自己本有的。大乘教常讲啊，三佛不二啊，你要真正起少分其如，你就知道华严经讲的是什么，讲的就是自己本人啊，讲的是自己的发心啊，讲的是自己发身啊。啊，法性具足圆满智慧也，不是在外求啊，求不到的啊。啊，无量的德能相好，没有丝毫情绪。啊，那再回想一下，我们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师尊在出现品里面业余道破啊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要知道啊，我们这个亏吃在哪里？吃在妄想，吃在分别执着。只要有这个东西，往后还要吃苦啊。苦是什么呢？六道轮回啊，还要继续搞六道轮回啊。啊，三苦八苦永远离不开啊。所以人不能不救，一念觉就成佛了，众生就成佛了，一念迷呢，
那你就又躲在众生界了。所以我们读到这种经文，光明境界遍照法界无有穷极，心里头多羡慕啊，自己本有。那现在我们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迷了，把智慧变成妄想分别执着，把光明变成黑暗，佛用大黑天来表法了。我们这个太空啊，现在已经有往太空去探险了，太空是一片漆黑啊！我们今天这个光从哪里来的？光从太阳来的。如果太阳没有了，天空就一片漆黑啊！所以晚上你再看到啊，太空的真面目啊！本来是光明的，现在变成黑暗了。那我们今天是黑暗遍照法界无有穷极。烦恼业报啊，遍法界无有穷极。我们现在是搞到这么一个状况里头去了，你要是真正了解了，你才会真正感到悲哀呀！谁叫我呢？自作自受，你可决定不能怪别人，没有人叫你做。楞严经上讲得好啊，一念不觉而有无明。什么时候一念呢？当下一念呢。所以无明称为无始无明，无始没有开始啊，有开始那就是真的了，有始有终是真的，没有开始，告诉你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无始无明，现在我们了解了什么是什么东西？起心动念。什么时候起心动念？就是现前嘛。一断一切断，一迷一切迷。都给你讲真话了，那你不相信啊，那就没有法子了。佛不度无缘之人，什么是无缘呢？不信，不愿意学，不解，不行。那这就是无缘。什么叫有缘呢？听了之后生惭愧心诸佛如来化身菩萨，为什么他们能断？
再等而下之吧。声闻缘觉也能够断执着，我们连个执着都不能断了。三人行诱引你执着的，那就是卧之事啊！常常视线劝你放下的，那是善之事啊！现在怎么呢？善卧我们也没法子辨别。我们都不相信，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。这个永远给诸位说，不是真的。要是真的话，你希望都没有了，不是真的。只要你随顺烦恼习气，这就是永远的意思。什么时候把烦恼就放下了？那就立地成佛啊！所以告诉你，时间跟空间都是假的啊！这个《白法明门》里面就显示得很清楚嘛。时间在白法里叫时分，空间叫方分啊，四面八方嘛。空间嘛，你看它排列排在哪里？排在不相应心法啊。什么叫不相应心法呢？它不跟心法相应，也不跟心所法相应，也不跟色法相应，也不跟无为法相应，叫不相应心法了啊。这样说起来不好懂，我们用现代的语，现代语来说，大家就好懂。现在人称之为抽象概念，它抽象的，它不是事实，抽象的。迷的时候它真有，觉的时候确实没有。那么这讲到时空啊，时空都不是真的啊。我们今天跳不出时空的维次，就是因为坚固的执着啊。只要肯放下，就超越了。所以一迷，迷遍照法界；一觉呢，觉遍照法界。觉悟是光明遍照法界，迷了是黑暗遍照法界。令发心者，这个发心初学，实性发心啊。一观观之啊，华严师一尘发心啊，所以他那个观跟一般人不一样啊。金刚经上说如来有五眼啊，有肉眼，有天眼，有慧眼，有法眼，有佛眼。那么这个地方一尘法心它有几种眼呢？最低限度它有四种眼。
那就是他有肉眼，他有天眼，他有慧眼，他有法眼。用慧眼法眼观之啊，所以他不像前面三乘法性啊，三乘法性有次第，一乘法性没次第。那如果我们看慧能大师，确实他具足四眼啊，五祖跟他讲金刚经，他豁然大悟啊，佛眼得到了。24岁五眼具足，那佛眼从哪来的？于一切法了，不再起心动念。这个人佛眼观世间了，还起心动念，确实没有分别执着，法眼啊，菩萨了，法眼观众生的啊，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没有执着，就是阿罗汉、辟支佛了。慧眼看众生，不就明白了？我们放下一切执着，慧眼现前；放下分别，法眼现前；不再起心动念，佛眼现前。啊，我们要问问。佛有无眼，你有没有？有啊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所以佛讲啊，生佛平等。你看佛多谦虚啊，越是真有成就的，越有谦虚，把众生提上来啊。众生，佛平等啊，平等里头里面呢。表现的是谦虚，没有傲慢呐、啊，啊，没有说佛身平等，啊，把佛放在上面，把众生放在上面，身佛平等，啊，你想想古人言语文字的。用意处处都是在启发你啊，处处都是在帮助你，哪里没有佛法，到处都是啊啊。什么是华严经啊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是华严经，就是华严经啊。只要你肯放下，你不肯放下的那是凡夫境界，放下哎呀就是华严境界。这样你才晓得妄想分别执着是我们的大病啊。啊，原因是不晓得这是病，所以也从来没有想去治病。啊，你不知道治病吗？病久了不知道吗？啊，你知道这是病啊，那你的想方设法了。去求医呀，啊，这个处方就是三藏经典，三藏经典是处方啊，啊，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。给迷惑颠倒的病患所开的处方啊，你要相信，你要依教奉行真干，
这一生呢，虽然是重病，也能够痊愈。啊，恢复健康，就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。啊，他们是恢复健康的，堕落在十法界里面，都是病人。四圣法界病亲。六道里面病重，就是这个道理啊！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具足，病重啊！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为什么要执着呢？为什么不肯放下呢？啊，真修行，修什么？没有别的，就在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，就修这个，这真功夫啊！啊，所以一成法心的人啊，他用法眼观之，令心广博如佛净土啊，心量脱开了，知道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。是自己什么？是自己的真心，是自己的心量，是自己的德能，是自己的相好。啊，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没悟的时候，迷了。迷了千变啊，千变万化了为时所变的彻悟，彻悟是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个境界是唯心所现，所以叫一真法界啊，这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华藏世界，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极乐世界，无量寿啊，永恒的啊，那是心性，没有识别啊。识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是什么？是无明。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把法性变成了阿赖耶，谁变的？自己变的，与佛不相干，与菩萨不相干，与别人通通不相干。啊，佛在楞严经上讲的比喻很好啊，发心像大海啊，那我们一个人呢就像大海里的水泡啊，如海应欧发了，欧是水泡啊，水泡有没有离开大海？没有离开，水泡就是大海啊，但没有破的时候就好像你迷啊，你有起心动念就变成水泡，起心动念没有了，那个水泡好像破裂了，
就是大海啊。在知道啊，我们心的广博啊，跟佛的境界没两样，迷雾不二，这话都是真的啊，迷雾不二，生佛不二，啊，不二里面现在现出变现出二了，是不同了，那这个我们要反省，要检点，我怎样能恢复到不二？啊，那就要把障碍突破。啊，突破的方法没别的，放下而已。啊，所以你放下执着，你就是阿罗汉；再放下分别，你是菩萨；再放下起心动念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现在时间到了。